起来，恰姐。各位同心大家好，各位同心大家好。咱这节课哈，要来分享啊，做咱啊做到民政府这边哈，后边的司法改革哈，啊加针对着咱有政府哈，都一个主权，咱的主张的主权伫倒位，好，所以咱来讲到迄个主权效忠的部分。啊，佮讲到转型正义的部分吼，迄个一个政权吼，要演变吼，一定爱先为着这个社会安定啊，后边咱的转型正义要安怎做？啊，有第几项物件爱做？啥物公道咱来甲讨论吼，这个物件咱嘛要来加研究吼。啊，我调查一下哈，我们这一批有原住民，那个听不懂台语的，请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哦，有哈，好 ，OK， 那安尼。啊，就我这节课哈，尽量用华语哈去沟通啦哈，不是我喜欢用华语，我是真的是不喜欢用华语，我习惯用台语讲话啦哈。那我配合那个大家能够听得懂的状况哈，那我就用华语去讲述这个课程哈。首先呢、啊，我们那个，我们这个电灯把它稍微关小一下，谢谢。首先呢、啊，我们那个讲到这个司法哈，司法是正义哈，正义的话，每个国家哈，甚至说他的那个第三国家、阿拉伯国家、共产国家，他们的法院，他们会设法院哈，那法院他们也会设一个正义的形象，好啊，全世界的司法单位的正义的形象哈，就是一个正义女神哈，那个正义女神是一个那个描述一个女性哈，用一个女性为象征。然后手持天平，啊，手持那个宝剑，然后眼睛用那个眼罩把它给蒙起来，好，就表示说我们那个天平是公正的审判，哈，在天平上，啊，的一个公正的审判，然后剑是惩奸除恶绝对的制裁力，啊，这个当然这个剑是来自于律法权，哈，是先有立法才会能够施法，哈，就依法行政，哈，依法行事，哈。然后眼罩就是说无视被告的容貌、权利，还有他的身份哈，还有家世地位，好，这些都是无视哈。那为什么用女性为作为象征哈？因为女性有一个母性哈，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哈。那小孩子如果说他犯错，哦，他才会被容忍哈，才能够被有部分的那个许可哈，因为小孩子还在学习嘛哈，所以用一个女性象征，表示说除了是小孩子以外，大家都是一律公平的。好，都是一律公平的。再，我们来认识我们那个主权，啊，还有占领权，还有代理占领权的宪法，啊，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哈，就是一个宪法，就是一个类似我们的那个有那个算是一个规则，哈，大家要共同遵守的公约，好，条约，好，啊，在我们的那个最上面这个。这个是我们那个主权哈，那个当初台湾是大日本帝国，那个台湾被美国所占领哈，所以我们这边的主权目前战争不能转移主权啊，这个我们那个前面几位教授可能有讲过哈，所以我们这边的主权还是在大日本帝国。那我们的左手边这边哈，可以看到这是美国的司法院的一个 logo。好，这个 logo 哈，那在右手边这个是代理占领权，为什么他会来这边代理？是经由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好，让委托他来代管，啊，委托了1945年的时候委托他，结果他1949年的时候，就已经那个被政变成功哈，被那个毛泽东政变成功，所以他的身份从占领，从委托被委托的占领者，变成一个难民组织，啊，就变成难民组织。其实我们在那个他这个政权消亡的时候，那个蒋介石1949年他被政变成功之后，美国就应该回复他的那个直接占领权，要把那个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哦，要找其他方式把它给取代掉，美国就应该要回到这块土地来实施直接占领。结果因为蒋介石是麦克阿瑟美国他们的盟军。啊，所以他接受他来这边流亡，可是又让他继续代管啊，这是不合理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们的诉求啊，是到了2006年，我们台湾民政府这边
借由控美案啊去控告美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人去美国那边控告美国政府，美国会受理？有一个司法管辖权，因为一个法律必须要有一个司法管辖权啊。那我们台湾是美国所管的吗？我2006年之前呢，我也不相信说台湾怎么可能这个案子怎么可能在美国那边会被受理啊？光这个受理，我就觉得很怀疑啊！哈，当初还没有研究这个论述的时候，后来发现说，哎，起诉了，啊，怎么能够起诉呢？这台湾不是你们美国管的，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想的哈。结果发现说这个错误的，结果他们确实拥有我们台湾的司法管辖权，所以台湾的法院哈是国民党开的哈，可是整个架构的主权的那个法院，美国也有相对的司法管辖权哈，所以司法管辖权来看哦，我们这个案子，这个控美案，这个案子能够在美国那边被受理，然后到了高等法院还能够宣判我们台湾人胜诉哈，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美国才是真正的一个幕后的引武者哈。那我们来讲那个大日本帝国，现在我们要讲这个大日本帝国的那个宪法哈，就是我们当初在1945年。啊，那个中战的那一天，好，那个状况的时候是大日本帝国。当初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日本国去打还是大日本帝国去打？日本国还有大日本帝国都有打哈，其实是大日本帝国哈 ，The Empire of Japan 哈，不是就 Japan 而已哈。大日本帝国是基于近代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是绝对君主制，在战前我们是绝对君主制哈。而制定的首部法令哈，它公布于1889年，哈，那于1890年的时候实施，哈，那很多的状况之下，这部宪法也被称作明治宪法或者是帝国宪法，相对于目前现行的日本国的宪法，被日本那一个地方称为旧宪法，还有战前宪法，啊，值得注意的时候的是，这部宪法的名称里面带有大日本帝国的文字哈。但是当时并不是日本真实的国号，那时候叫做大日本，有人称为帝国，有人称为日本国哈。那直到1936年的时候，日本的国号才正式统一为大日本帝国。好，这个部分这是我们从那个维基百科那边哈去把它找出来的一个资讯。好，当然我们有去做查证的动作哈。那我们台湾是什么时候加入日本的？1895年的马关条约，也在日本那边称为下关条约哈。1895年的时候哈，是皇帝对皇帝的一个永久割让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是1895年的时候加入大日本帝国，然后1936年的时候，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国号正式成立。好，所以我们本身这个地方就是大日本帝国哈。然后颁布宪法的时候，这个是那个第一页了哈，那个帝国宪法的本文。那怎么样让这个帝国宪法生效？就是借由明治宪法诏书签署。我们的那个天皇他不会直接签署在帝国的宪法上面，他就用一个诏书签署承认这一个有效。所以诏书，皇帝的诏书的在法律上的层级比较高，还是宪法比较高，诏书比较高，是皇帝的这份诏书让它生效，所以是这个诏书的效力高于宪法。好，就是这样子。那大日本帝国宪法一共有7章76条，我刚刚有发给各位哈，那个有2份哈，一份是原文版的，啊，包括上谕，啊，一份是那个华文版的，啊，华文版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发下去的教材，大家回去再自己慢慢看就好了。我这边有稍微讲一下那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一共分为7章嘛，哈，那它7章一共就是第一章就是讲天皇，包括说天皇的主权，还有他的统治权，第一条跟第四条是统治大权，一个是主权，一个是管理权，通通都在天皇的手中。好，主权的所有权跟主权的管理权，通通在天皇的手中，这是战前宪法的架构。战前宪法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架构。那大日本帝国
的天皇拥有绝对权力，所以也称为绝对君主制。绝对君主制相对现在的日本，我是二维君主制。他们已经把国体跟政体 分开，那天皇不能管政治 的议题，他只能管国家的事情，那政治的部分就交给他的内阁总理大臣去处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第一，那个大家手中的资料可以很清楚看到第一条跟第四条，它一个是主权所有权，一个是讲的是主权管理权，都在天皇手中。那我们人民如果遇到一个暴君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会去想这个问题。所以这明治天皇那是算是我们那个近代那个日本，它算是一个很民很进化的一个，有很进化思维的一个天皇。他当初就把这个定这个宪法的时候，能够牵制他的东西就是天皇拥有绝对的权力，可是人民可以绝对配合吗？不见得。如果天皇随便向人家宣战，或者是说做了很错误的决定，那人民就用这个财政大权去牵制他，我不拨给你预算。一个战争如果说你随便对人家宣战，随便要去掠夺别人的时候，造成那个整个世界和平的危害的时候，那人民有这个能力可以在那个帝国议会那边否决掉他的财政权，他没有钱只能宣战，然后那是假宣战，那就没有效，没有实际上的效力。所以所有的权力都在天皇的手中，那财政权是在人民的手中。所以我在这边引申一个故事，当初那个在下关条约签署之前，那日本国为了发展海军，然后明治天皇他就想说他不希望，他因为当初的那个清帝国先建制北洋军队，北洋的舰队，北洋舰队，那北洋舰队他们买大清帝国那边买了那么多船之后，那日本国想说他可能会来侵略那个日本，所以他就去买了一艘叫做吉野号的最先进的，在向英国买了一艘吉野号，可是吉野号非常的贵，非常多的钱。那人民为了说不要花费这个钱，所以他就否决，但是在帝国议会那边否决说啊，我们那个吉野号天皇说要买，那我们不要给他钱。所以天皇就怎么办，他就表示他的意思，他就说那既然你人民都不让我买没关系，那我每天吃两餐，他就少了一餐，原本是我们人类都是大部分都是一天一天吃三顿。天皇就说我为了要买这船，我一天吃两顿，宣布了这台船开来日本进前我一天吃两顿而已，就这样子。那人民怎么想这件事情？人民想说原本已经被否决了一个议案，那天皇既然他表示他的决心，那天皇在那边挨饿，那是我们的老板，那是我们的老板，他一天吃两餐，那我们每天吃三餐，看到老板吃两餐那是我们的耻辱。所以他们的那个帝国议会那边就把这个案子再重新让他通过一次，就去把这个钱交付给那个内阁去执行天皇的这个意志。后来吉野号就买回来了。那第二章的话是讲到这个臣民的权利跟义务，这是说我们那个人民，我们的臣跟民他的权利义务是怎样，包括说那个臣民定义，在法律上的定义，还有自愿参加公务的自由，包括服兵役、缴税的义务、居住的自由、言论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这是在1889年的时候，100多年前他们就有这个思想。那第三章是讲帝国议会，第四章是讲到国务院及枢密顾问，当初还有一个枢密院，还有一个枢密院，枢密院就是执行天皇主权所有权的一个机构，算是一个顾问。那第五章是讲到司法，一个国家要以法治，不是以人治，要以法治不是以人治。那第六章是讲到会计，会计就牵涉到那个我们那个预算权 的部分，它是把预算权归给人民控制。那再就是补责，包括说修宪，一个宪法它可能与时俱进，有时候是那个因地制宜，有时候它多了一块土地要去行宪的时候，要去修订这个宪法的那个延伸架构，它是怎么样子去承认这个东西的。所以他在这个补责这边有写到这个部分。
再来，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日本国，好，跟大日本帝国，这是不一样的定义啊，在法律上是不一样的定义哈。日本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第七十三条，我要延伸这一个是讲说我们那个日本国的宪法的由来哈，它的那个由来是怎样的哈，还有我们的大日本帝国战败了有没有亡国哈，有没有亡国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重点哈。帝国的第七十三条宪法哈是的修改的程序哈，就是大日本帝国，我重新讲好了哈，日本国的宪法是根据大日本帝国哈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程序得到全面修改，成为一个面貌一新的日本国宪法。好，所以它是新宪法是来自于旧宪法的七十三条规定的程序修宪而来，不是自宪而来。好，它是改名字，不是重新，不是命名一个新的名字。好，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婴儿出生的时候，我们会去户政事务所那边改名字还是登记名字？登记名字，登记名字就是自宪。好啊，如果说一个孩子已经养到有一个旧名字，然后现在要把它改名字，好，那就是一个修宪的程序，好，就是一个修订的程序哈。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说，大日本帝国它是那个到现在的宪法还是有效的哈，还是有效的。日本国宪法在1946年，那是战后，好，战后的11月3号公布，然后1947年的5月3号施行，好，施行。那根据日本国宪法，哈，我们现在回头看到新宪法这边，哈，它的那个一些法源啊，在新宪法这边的第98条，这可能大家没有了，那没关系，回去的时候我们自己那个上网看一下那个 Google 的资料，我们可以找一下它的那个日本国的宪法，哈，它有一个前言，包括前言那个很重要，哈，第98条的第一项，哈。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前提下成立的法令，作于与新宪法相违背的内容，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失效。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那个新的法令制定完之后，然后跟旧的法令相违背的时候，旧的法令跟新的法令一起消失，好，一起消失。好，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只要没有违反新宪法的内容，那么旧宪法在日本国的宪法施行之后依然有效。所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现在还在，只是被战争所压制，不能实施。那在台湾这边，是因为原本的台湾总督府在1945年的10月25号，那个政体被解散，被那个陈仪给解散。那解散之后，他没有办法，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机关去行使宪法，不是代表说他的宪法不在了，是宪法还在，只是说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说。他已经那个行宪的机关已经目前是被瓦解的状态，还没有恢复。好，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就形容这个了哈，新 label set， 旧 label bad， 好，都是讲这个意思哈，新 label set， 旧 label bad， 哈，新旧相冲突的时候以新的为准，可是旧的还是有效。好，再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国哈的宪法。日本国那边的宪法目前没有实施到我们台湾这边来，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哈。这是他的那个前言那边啊，正基于日本国总体民意和新日本的建设基础上啊，那深感那个自由的可贵啊，还有那个战争的残酷啊，他这边有写，因为这个是日文字哈，我翻译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我们电脑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个字体啊。那经过枢密顾问的咨询，经由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由帝国议会表决，这就是规定的程序，大日本帝国的程序，让日本国的宪法有效啊，批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修正案在此公布，所以新日本的宪法是大日本帝国的修正案，哦，大家听清楚了哈，新宪法是旧宪法修正而得。亡国，好，国家灭亡了，重建才需要自宪。大日本帝国没有灭亡。哎哎，拿下。对。
旧宪法选出来的议会。对，所以那个，所以这个物件是帝国议会，不是即马会啊做迄、那、迄个啊做迄、那个迄、那个上议院甲下议院，不是贵，不是以前是贵族院。指派，不是选举，因为被占领状态之下，嘿，因为1945年8月15号，那时候是原本的有，原本的那五个有，可是你讲到一个重点，我较定就是要讲这个重点，是啊，咱台湾人无，咱台湾人无派议员过来，咱1945年4月1号已经有五个，有三个那个贵族院的，啊，有五个。众议院的，好，那个名单都有哈，那种怎样嘛哈？1945年4月1号，那时候还没有投降哦，好，还没有投降之前，然后天皇颁布诏书，让台湾人拥有参政权跟参政权。这个参政权就是林献堂，好，那代表那五个哈，还有一个姓那个绿竹，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哈。有一共有三个那个众议那个贵族院的，那是贵族，那有五个众议院的，那是1945年4月1号生效的，然后有一个参战权，有一个代表，那个代表就是张丰旭，可能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人，他住那个屏东，对，住屏东哈，他爸爸叫做张三忠，张三忠他们那个张丰旭他家有一把天皇御赐的参战权的宝剑，好，那是菊文太刀，好，那是参政权跟参战权的代表，啊，所以我刚刚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战后了，战后他就是先把，因为他日本国他吃了两颗原子弹，这个地方，这是北海道跟那个我们那个日本国啊，他吃了两颗原子弹，所以他整个大日本帝国投降的状态之下，好，1945年的时候分设三个军事占领区，一个就是日本这边是美国自己管，一个就是琉球这边。琉球这边是由联合国托管，然后联合国再指定美国管理，好，然后台湾这边是美国管理，可是他用那个麦克阿瑟一号命令让蒋介石去代管，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在这个修宪的时候，我们台湾人没有去参加，那这部宪法有没有？我们没有表决权。没有表决权，那新的日本国宪法能不能够实行在我们台湾？可不可以？不行，就是不行。对，对，对，他没有选举，没有错。一开始不要有选举，一开始是用指派的方式。可是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指派的不见得一定是会也挖日本的哦。你可比林献堂，咱可比讲林献堂这人，林献堂就是贵族院天皇指派的参议员嘛。啊，结果伊是挖中国还是挖日本？伊是挖中国哦，伊是挖中国哦。所以有去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不是就很单纯的就指派那个愿意投靠他的，不是。他是参考大这个区块的人民的意志，他支持林献堂，他支持汉文化，好，以及汉文化，啊，伊嘛是可以做参议员，可以有迄表决权啊。可以，因为他是用那个刚刚有讲过嘛，刚刚有讲过这个问题哈，所以我刚刚要引申就是这个哈。天皇签署的诏书，它的效力高于宪法，你知道为什么？是根据诏书来，是根据诏书要求讲台湾人会当参与这个参政，所以免停算啦，他直接指派进去。台湾人已经从4月7日，从迄个做1945年的4月7日，伊就拥有参政权，所以嘛派三个。拢总八个啦，一共八个。好，那个贵族院跟那个众议院那边有八个，就直接参政，他不需要透过宪法程序，因为宪法程序低于诏书的效力啊。天皇讲的就是
因为那个时代是绝对君主制，天皇讲了就算数，他的效力等同了，不要说等同了，高于宪法。战后的程序，是旧的议会在台湾这边没有，台湾没有议会。不是啊，就原本那个大日本帝国被占领之下的民意机关，他没有把它给瓦解啊。不是蒋介石来这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拢好的东西拢占来，然后政体改善啊。骨骼还在啊，还在。对，他只是投降而已啊。他那时候还没有签署任何条约，所以他的政权机关还在，全部都在，只是武力系统被压制。美国派了宪兵进去，用美国的那个军力去原本的呀，就是原本的，对，还是一样原本的，对，没有错，还是原本的。所以用原本的去，当然是有，当然是有哈。所以对这咱来咱看出来哈，包括这诶迄个做这个内阁这边拢有签名，好，这是新宪法的时候的。啊，这新宪法我无印了，大家啦，真歹势。抓我是袂了，我想讲，因为这物件不是咱利用的，咱家是利用大日本帝国的法。好，我较定要来解说这个关系，这历史严格哈，这历史严格。在日本国宪法的前言这边有写啊，日本国民哈决心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中代表，他是先让日本国宪法生效之后再重选。啊，你知我意思无？就是这個，就是你讲这個啦，就是你讲的这個，旧的议会啊，同意新的出去安尼。啊，不过无咱台湾人一部分，因为伊修改的内容无牵涉到咱台湾，没有变更到台湾的部分。我看下面来讲这个关系，伊已经脱离开啊，伊家己已经脱离开啊，嘿，他没有，他有资格去，可是他不去，可是这形成一个，算是一个。那个比较一个的，像你讲啊，可能有点遐想空间的哈。啊，咱台湾人，咱无去参加伊个。对啊，你像林献堂，伊战后的时阵，伊去承认讲，伊是中国人，伊毋是日本人啊呢。嘿，气象派啊，吼，迄个阿叔，阿大富的三少爷吼，伊排行第三嘛，住台中迄边。啊！伊战后时，伊是去登陆做，伊是中国人啊呢。因为战败的日本，第一大日本帝国，伊配给的物资吼较少。啊，你若登记做战胜者，吼、哦、中华民国的人，伊会当加领一包米啊。所以为着一包米，就家己卖掉去啊。吼、哦、啊，所以天皇不是讲他不用选的方式，他也尊重台湾的那个伊本身的种族思想，所以他指派林献堂。伊要指派伊，敢袂去遐做调查？伊绝对会去遐做调查。这个人的思想是安那？啊，伊有代表这个所在的民意无？啊，虽然讲唔是用算的，唔过用指派吼，唔过伊有去做这调查。你知意思无？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这样就是讲，重点就是讲吼，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战祸，之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好，并制定本宪法。哦，伊就是。旧的议会同意过这个做新的迄、那个诶新的宪法了后，才就有这個新的宪法的游戏规则，好、哦，啊，再过来定算，好、哦，正式选出的国会，好、哦，再过来算这個新的议会，啊，新的议会敢有包括咱台湾无啊？无啊！我要来讲这個原因，哈、哦，因为政府的因为才吼主权属于国民咯，这个主权就是讲主权的管理权哈，唔、哦、是主权的所有权哈。哦啊，日本国的宪法吼，拢总有十一章，103条吼。修宪后的，歹势啊，我忘记说要用华语啊，我用华语讲哈，可能大家比较听得懂啊。我尊重那个我们本身那台湾的贵族啊，台湾的贵族。修宪后的日本国宪法哈，重点在于第9条放弃宣战权，啊，并增列西方普世价值、自由平等观念与男女平权，啊，我来。刚刚那个来讲这个部分啊，现在要来讲的就是做分析啊，可能有很多疑问，我用这个年表的方式啊，去把它表列出来，让各位去
了解一下大日本帝国还有日本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台湾的地位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我就来讲这个部分哈。大日本帝国与日本国的宪法史哈，与台湾群岛的关系哈。在1890年的时候哈，10月29号，大日本帝国宪法施行，就是大家手上的这一份大日本帝国宪法哈。我为什么指印这一份呢？是因为这一份对我们台湾人才有效哈。那日本国那边已经不用这一本哈。所以我们不用我们不用日本国的那个修宪，因为那个部分，因为一个法哈，它具有地区性，像美国的宪法，它不能拿到中国去用，好，台那个日本的宪法，它也不会拿到英国去用，法律具有地区性，好，法律具有地区性，好。那再来1895年的时候，下关条约，台澎群岛永久割让于大日本天皇。这是我们这个哈的下，这我们看到下关条约的看条文啊，第几条都看不到哈，在前言的部分，前言的开宗明义第一行就是写大清帝国大皇帝与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他的关系是这样子的，然后互相委派他们的那个权大使全权委任，然后要签署这个条约的时候，必须要互相拿出信物来验证，说你是不是这个天皇或者是大清帝国的皇帝所派来的，好，互相验证完，确定无误之后，印信确定无误之后，才能去签订这个条约，好。在1895年到1915年的西莱安事件，哈，这是那个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哈，大日本帝国全台征服到那个西莱安事件、预警事件，哈，毛南公打巴尼，我们讲啊，就于清芳，哈，于清芳的事件，哈。在这一段时间是军政时期，因为当初东吹西下关条约割让给大日本天皇的台湾只有7个屯垦区啊，加上澎湖只有7个屯垦区，不是全部台湾，是只有台湾的差不多1/3土地，64%的土地全部都是原住民的，所以我要配合原住民听得懂的语言啊，以后要把它改回来。这个繁体字啊，包括那个。中国他 这是中国他们不要的东西，我们台湾人没有必要帮他保留，哦。然后再来1915年到1945年的3月31号，哦，那个台澎群岛皇民化，这是训政时期，哦，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一个国家要在这个地方推行宪法，他必须有那个军政训政还有宪政时期，哦，的这个程序，哦，这是固定的架构，哦。在1945年的4月1号，大日本帝国的天皇诏书让台澎群岛人民拥有参战权跟参政权。参战权的代表就是詹三宗，好，丁刷金啊。参政权就是有3个那个贵族院，那5个那个众议院，哈。那台澎群岛成为大日本帝国固有领土，内地延伸，好，内地延伸，这是宪政时期的开始。从1945年的4月1号开始，在台湾行宪，这地方已经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那个领土。那当然，在那个短短到8月15号的时候，哈，那个大日本帝国投降，短短只有4个半月的时间，哈。那4个半月算不算？算不算那个台湾人？算不算在他的宪法架构里面？当然算，好，当然算，哈。再来。1945年的8月15号，好，大日本帝国投降，不只是日本国投降，哦，是大日本帝国投降。大日本帝国包括哪里？北方四岛、北海道，好，以前的夏邑共和国的地方，哈。那日本国，琉球以前叫做琉球王国，它有三个王室，现在都还在，现在都还在。然后它在中国明政之前，应该说那个清朝初年，那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哈，他们那个因为中国那边锁国，因为他们那这个附近都是海盗，包括台湾这边都是海盗，都海盗的居住的地方，哈，所以他们琉球为了要寻求保护，他们原本在明政之前都是去投靠中国，当中国的附属国，好，上世王朝，好，然后在明政之后，因为中国锁国，
大中原地区锁国，不是中国啦，应该说大中原地区锁国。清朝的时候，那个近海，好，近海的政策，然后琉球没有人保护，因为他们是类似渔村的那种生活模式，他们不希望建制军那个军事政军队啊，因为军队要人民养，那他们都是做派探家的渔民哦，啊，所以他们不希望讲不需要自己的武力，然后他们就去投靠人家当附属国，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去投靠日本当附属国，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台澎，好，所以我们战败的时候，啊，我们加入，我们是1895年的时候，啊，台湾这块土地 加入整个这个那个大日本帝国的架构，啊，然后大日本帝在1939年的时候，啊，还有一块没有划到，啊，因为那太大块了，现在人家在抢的，啊，那现在世界上可能那个资源最多的，啊，最有钱的地方，啊，新南群岛，啊，是在1939年的时候，啊，加入我们台湾的高雄州，啊，但是在大日本帝国的，所以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的高雄州新南群岛，啊，还有那一块，啊，那1945年的时候8月15号大日本帝国投降，台湾人有没有投降？台湾人投降，啊，一样，啊，因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啊，不是日本国人，啊，是大日本帝国人，啊，然后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啊，日本本国包括北海道，啊，琉球，啊，就刚讲的，啊，有分三个区块，啊，占领，啊，还有台澎群岛，啊，那台澎群岛借由麦克阿瑟一号普通命令由蒋介石指派陈仪代管，啊，这个可能大家 都很清楚，这一段历史我就不要再赘述，啊，那到了1945年的10月25号就是那个陈仪的军队，啊，大批开来，啊，那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行宪的机关，这是行宪机关，啊，被蒋政权解散，啊，那这一段时间，啊，3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台湾人一个刑案通通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在那时候还有日本总督府，啊，台湾总督府在自己管理自己，啊，自己管理自己，啊，那因为两颗原子弹的关系，啊，两颗原子弹关系，我这么讲好了啦，大日本帝国战败了，他也没有钱可以赔，没有钱，皇帝打仗打到三餐用饭团果腹，所以他没有钱可以赔，没有钱可以赔怎么办？日本人跟美国人交战，日本人打死美国人48万人，伤100多万人，那些钱有没有赔？有赔，谁赔？美国先帮日本赔。那美国是傻子吗？人叫日本人台死，谁那伊也家己高估赛？哦，没有这回事哈。你大日本帝国，你没有钱可以赔，所以你的人民必须当奴隶来赔，就是这样子，当奴隶来赔。下关条约，啊，下关条约马关的时候，日本帝国跟大清帝国交战。为了谁交战？不是为了台湾交战，他是为了他的附属国，就是朝鲜王朝交战，啊，打完之后要不要赔？战败者要赔战胜者，啊，战败者要承担一切责任。那你不要了，其实战争就是赌博，啊，所以劝大家不要赌博也不要战争，啊，大家知道和平的可贵，啊，下关条约就是赔偿。所以不是甲午战争造成台湾割让哦，不是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跑来占领台湾哦，占领不能转移主权哦，是什么让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不是战争本身，是后续的下关条约，因为下关条约把台湾当成一个赔偿战争的一个抵偿品，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当初的战场不是在台湾，是在朝鲜黄海的地方。哦，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嘛，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 ，OK。所以到了1946年的初春的时候，哈，因为两颗原子弹关系，全世界对战胜者谴责，因为战争只能够攻打军队，只能够压制政权，不能够屠杀平民。战争不是要屠杀平民，不是杀人比赛，哦，是在压制政权还有压制军事权，哦，那
既然吃了两颗原子弹，那这一块土地，这个区块哈，它在那个广岛这边发了一颗，啊，那在长崎这个地方也发了一颗，两颗原子弹，所以它在这个区块，这个区块哈，就借由修宪的方式，为什么我就要我现在就在讲说，为什么要修宪呢？日本国为什么要修宪呢？其实日本国的修宪就是为了后续的条约，好，就是旧山和平条约的前置架构，它就是这一块土地的人民六年就解放它，可是它不能全部都放，全部都放，那钱谁要赔？好，美国自己赔，美国国库自己赔自己的人民，然后人是日本人杀了，这不合理。好，所以后来就是因为修宪，就是1946年的初春的时候，哈，那个日本国的草案，那个在麦克阿瑟还有占领者，那个包括英国他们的一些那个顾问，就介入他们的修宪，要求这块土地先修宪，包括北海道，包括日本国九州，哈，这四大岛的地方，哈，还有这块土地，这里就把它修宪出来。修宪的架构，哈，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哈，日本国政体草拟修宪，哈，是初春的时候草拟修宪。那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好，巡幸日本国政体的国境，好，巡幸啊，哈，亲自就地踏勘，好，亲自就地踏勘，然后巡幸就是说走透透了，行透透，你知道，去爱去何位，下关条约签署完，好，签那个派代表签那个互相验证，签署完之后有没有做复勘的动作？有。这叫做就地踏勘。我们在下关条约，如果有一些前辈，哦，有研究下关条约的，然后就看到，哦，我四个字通通没有跟他改，哦，就地踏勘，哦，日本国政体领土的范围就是复查了，哦，为什么他自己要去？为什么他自己要去就地踏勘？他要跟谁切割？天皇跟天皇切割，哦，切割，哦，包括那个宪法的修订都是叫做切割，哦，是哪两个天皇？是大日本帝国的天皇跟日本国的天皇 做交接啦，做高降，哦，当然是同一个人，可是对于法律来讲他有两个身份，因为修宪完的日本国，哦，跟北海道这个区块的宪法实行区是二维君主制，不是绝对君主制，其他的 这个部分是绝对君主制还保留着，所以是两个天皇，法律上的两个天皇在做交割，可是是同一个人，所以在对大日本帝国来讲，他因为战败，那些大臣全部不是被用战争犯杀掉，就是自己切腹自杀，好，自己切腹自杀，所以他没有官可以派。那对于日本国来讲，日本国他的天皇只能管国体，他不管政体，所以他也没有官可以派，所以他只能自己去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哦，去就地踏勘，哦，这个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网络上可以搜寻的，哦，用巡幸，哦，用巡幸这个关键字，哦，去查询，哦，都可以查询得到，哦，这是比照马关条约的模式就地踏勘。1946年的11月3号，大日本帝国天皇同时也是日本国天皇，哦，签署同意日本国修宪架构，哦，日本国的政体脱离大日本帝国的政体，不包括帝国台澎群岛，天皇没有踏勘台澎群岛，天皇只有在哪里走透透，北海道，哦，九州四国，哦，这反正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区块原本的日本国的地方，哦，不包括琉球。哎，你有没有想说奇怪，为什么没有包括琉球？因为琉球没有被释放，琉球要另外处理，哦，琉球是另外一个军事政府占领，哦，它是另外处理的一个部分，哦，那在1946年的，哦，刚讲过了，1949年，好，哦，10月份的时候，代理占领的中华民国政府，哦，因为政变而流亡，哦，那借由内战未结束的状态赖在台湾不走，哦，可是他能不能在这地方就地合法？不行，因为签署他合法的机构被他自己给解散掉了。被他自己写上，就算可以了，可是我们也是不同意，因为台湾是海岛国家，不欢迎外来者那么多，100多万人，不欢迎他那么多。我这个年表要跟大家解释一个东西，
1946年5月3号的时候，这个区块修宪，然后天皇在这个区块自己跟自己交割，然后1952年的4月28号看后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者吉田茂，他的身份是谁？是大日本帝国的总理，是这整个区块的总理去跟人家签和平条约，还是只有这个区块呢？只有日本国的区块。所以1952年4月28号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只有在修宪后的日本国有效，这个地方被释放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只有1945年的4月28号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后，日本国获得自由。可是还有两个地方还没有自由，哪两个地方？琉球、台湾，不是只有台湾而已哦，琉球也是哈。啊，后来因为琉球因为当初的1945年，也是刚好是我们那个台湾人有参战权跟参政权，啊，内地延伸的在台湾行宪的那一天哈，美国那个在琉球这边实施登陆作战，所以他上岸了，美国的海军上岸了。上岸之后，大日本帝国琉球群岛这边死了超过一半，所以死了很多人啊。登陆战那时候琉球这边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一块土地还有台湾这一块土地，这两个军事政府有没有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而获得释放？没有。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跟台湾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不是我们台，不是代表大日本帝国的总理去签的，他是代表日本国这个区块去签的啊。不然为什么我们的琉，不要说我们台湾的哈，那琉球为什么没有同时在1952年的4月28号获得自由？好，这是网络上在攻击这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把它解释清楚一点哈。那到了1972年，过了20年哈，5月15号的时候。这一块区块哈，因为战争债，那个大日本帝国还不出来，只好当奴隶还钱啊，所以这个区块在1972年的时候，认为说这个区块的人不用再还了，不需要再还了啊，因为当初他们也死伤很多啊，所以他们不需要还那么多了哈，所以在1972年的时候，琉球脱离占领架构。大日本帝国的琉球民政府解散，所以我们这台湾民政府也是一个临时机构啊。以后要帮台湾人做事，我们是在帮台湾人做事。以后我不是要当官，哦，是要把这个台湾人的国籍，还有他应该在国际法上应该有的作为啊，把它做。我们都是引导者，那东西讲头前先行者哈。他获得赦免，获得自由，编入日本国的冲绳县。他为什么不要编入台湾？因为这个地方也是自由了，然后大日本帝国还有人在偿还战争债，谁？台湾人，台湾人，你们在缴什么税金？日本国当初还有琉球，哦，日本跟琉球当初被美国占领，一个是直接占领，一个是被联合国指定占领，哦，琉球是被联合国指定占领的地方，哦，这个区块的人民有没有缴税金？没有，只有关税而已啊。因为关税是占领者可以拿的，其他的通通没有啊。美国不能直接在我们台湾趴着吸血，不行啊。除了一个哈，已经不见的奴隶啊，我们到现在还在当奴隶，还在缴税。按照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提供台湾武器。什么叫做义务？要钱。不用钱。那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每年在我们台湾人的税制上面收了那么多税金，然后去买武器？其实是在赔偿战争债。我们帮谁赔？帮大日本帝国赔，哦，帮大日本帝国赔。不过当初原子弹原本要打在新竹，哦，我们怕到新店，那怕到那真的有怕，哦，我们台湾人不用骑在那里那久。那国际条约最终占领，还有最终的奴隶条例多久的时间你知道吗？99年，高则高当，它不能超过100年哦。好，这是规定的哈，哦。
这是俗成规定的啦，俗成法哈。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澳门都是几年回归？99，一个条约，一个惩罚，最多只能99年，不能超过100。所以原本我们去控美案那边控告的时候，这一份台湾的极机密文件，台湾的地位问题，被锁了几年，知道吗？99年。如果不是台湾民政府的控美案团队去控告美国，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中国人来台湾，教导台湾人是，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哎，对，他们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可是他们过来的人，哦，英国来的人，刚有在纳税金，无在纳税金哈，哎，因当是农民了，容易的哈，哎，他们是农民哈，一辈子不用缴税金，税金是谁在缴？台湾人在缴，都是台湾人。好，都是台湾人哦。所以讲清楚哈，《旧金山和平条约》上面有一句话叫做日本政府放弃台湾澎湖主权，当然他还有那个剩余主权哈，剩余主权就是说他的主权义务啊，主权权利他放弃，可是义务还存在，他必须要保卫台湾。另外一个用历史上修宪法去解析。日本国从来没有放弃台湾的主权，因为必须要两方互相承认，好，就地踏勘了，爱冷轰了，放弃是两方的行为了。可比讲安呢，阮太太今日给我登报作废，哦，她要修复，哦，讲我拢无要登去，哦，履行那个家里面哈，哦，父亲的义务哈，哦，那个丈夫的义务哈，规工拢就伫民政府家的港口，哦，要给我登报作废。有效不？无效，因为两礼拜等于一抓，无要紧，好，无要紧啊。他把我登报作废，无效。为什么无效？我薪水嘛是高一的，好，啊，是伊搞我单方面对我的不满，好。如果今天是这样子，我跟他两个人，好，不要说他因为台湾民政府还要行拍天了，因为某件事情不满，两个人互相放弃对方，有没有效？有效啊。所以日本国他能不能放弃大日本帝国的这个区块？不行。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因为1945年的10月25号在台湾的行宪机关已经被解散。那为什么他要写这个？因为当初的1945年的4月1号天皇原本在4月1号之前，台湾总督是谁派的？是内阁派的？是要听内阁的还是要听天皇的？天皇的。所以1945年的4月1号之前 的台湾总督全部都是听天皇的，不是听内阁的。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没有行宪，台湾这一块区块在1945年的4月1号之后行宪才能够进入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架构里面。既然进去的话，他要不要他要听这个行宪机关的，就是这个大日本帝国的总理。不是，欸，他是那个台湾是那个训政时期的，是训政时期的那个日本国的殖民地，可以这么形容啦，可以这么形容，因为它还没有行宪。你知道为什么？他其实那个法律他就是指派，那是因为拓殖的方式，他直接因为那是拓荒嘛，去拓荒。你像大英国协有没有规定他有几个国家？大英国协一共54个国家，54个国家，敢规定一个封地当拥有一个国家尔？无哈。大有几个国家对大英女皇那个伊丽莎白二世效忠？有54个国家，包括加拿大，包括澳洲，包括纽西兰，这是完整国家。这是一开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愿意加入那么远？加拿大那么大一块，全世界最大的一块土地。那为什么他要加入一个小小的一个岛，比日本岛还小的英国？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当初那一块拓殖地是英国的皇室指派他们的贵族去那边拓垦，知道我意思吗？所以皇室具有拓殖权，所以我们台湾这一块在1895年马关条约生效的时候，他第一个指派的人是谁？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原本是要当天皇的一个人，结果被台湾人杀死在台湾，叫台湾人台西地台湾。后来都是指派，都是由天皇指派他们的贵族来这边做统治。好，那到了4月1号的时候，他依国际法，他已经加入宪法架构，所以在1945年的4月1号之后，大日本帝国是这一块，好，是这一块，不只是这一块而已啊，这一块是那个当初的修宪把自己脱离出去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一直以来啊，我们台湾人以为说，我们台湾人因为二次世界大战脱离日本，好，因为就是在和平条约脱离日本，其实不对哈。按照整个修宪史的史实，这个大家都可以看，网络都在转播，欢迎各界的学者挑战，欢迎你来挑战。1952年的旧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是日本国的总理，但他不是大日本帝国的总理，战败者是大日本帝国，不是日本国而已哦。那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台湾根本没有脱离大日本帝国的架构。是谁脱离大日本帝国架构？日本，是日本自己本身哈。日本脱离大日本帝国架构，所以第二个才回去。那现在大日本帝国剩下谁？剩下台湾哈。这两个都自由了哈，大哥，好，自由了；二哥自由了，好。那剩下老三，起码得打税金了。大日本帝国有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的人是谁？日本国，是1952年的日本国，不是大日本帝国，不是大日本帝国，啊。所以我们变成是唯一护长了。啊，当然了，我们台湾人站在我们台湾人本位立场去想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闷。我们忽然发现了，当初是说真的是日本这边的军国主义者。结果咱台湾人爱做甲即摆拢6-7档的奴才，啊咧行钱，佫戆戆啊行，佫戆戆啊行，佫毋知讲咱是奴隶，佫毋知咱是奴隶，吼。当然啦吼，即摆吼因最近的消息啦吼，日本国他们要回复把天王回复到那个元首的位置，为什么？他们要回来大日本帝国。为什么？因为这公小弟吼，做6-7档的苦工咧，做奴才咧行吼，戆戆在替也做三兄弟去行销。两个大兄甲二兄走出外口吼，已经逃跑啊！因做奴隶做艰苦的吼，逃跑了，啊，自由啊啦，因自由去啊啦吼。叫咱这公小弟做6-7档啦，各位大家，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啦，好惯，啊，就好惯的吼。啊，即嘛好不简单，在我们的后院发现了。我们的新南群岛，我们后院本来是一个菜园啊，无咧用的一个破所在吼。结果发现到下骹有石油啦，全世界同齐啦，还有可燃冰，好，还有可燃冰。我知道的资讯可能有点，大家统计的结果不是很一致。我知道的，石油是仅次波斯湾，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可燃冰是波斯湾没有的，总体能源值是目前全世界最多的。这个公小弟吼，顾厝的这个公小弟做奴隶，这个吼，熬夜啦吼，发现着石油。啊，即马大兄二兄修宪讲，我要当个一阿爸啦，我要当个继承啊。吼，伫咧啊做顶礼拜啦，4月27号吼，主民洞迄边吼，伊迄个啊做安倍晋三吼，因为阮伫咧有一挂管道拢在联络吼。国家差不多1月份、2月份迄个时阵，都咧台湾接受讲，他要修宪回去了，他们要回来了。不过我讲一点，副长是我们哦，
部长有什么权利？分配权还有主导权哈。这我坚持的哈。啊，可兰兵都是迄个，就有一些那个甲烷哈，然后因为它的压力的关系，因为南海群岛有差不多600至800公尺的深度的压力哈，海床自己本身的压力，然后下面有细菌嘛，细菌它呼吸出来的是甲烷，那甲烷上来的时候哈，因为温度降低，然后压力又那么大，自然而然结成一层的可燃冰，那就是可燃冰，它是可燃的固态燃料，嘿，加速掉，啊，不过比加速更加好，浓缩自然浓缩的哈，900你甲想啦，800米的迄个做压力，来挤压，吼，咱的加速桶内面呢液态吼，压力阁无遐大嘞，压力阁无遐大嘞哈。所以咱对这看吼，看这个大日本帝国甲日本国的先把大家要休困嘛，还是我继续讲？好，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10分钟哈，等一下继续。